今天就是来桃园机场，我要来接马龙。我今天早上应该9点多到的，我就想说怕担心现场很多人，我想要往前挤。然后我其实这两年开始就是很认真的，就是看每一场比赛，对，然后有各种赛事这样。大陆的选手嘛，可能马龙，然后王楚钦，然后王曼玉，然后可能乒乓球以外，可能羽球，可能汪昶吧。然后还有汪顺，其实我很喜欢汪顺，对。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虽然人不在台湾，但还是有在看比赛的。这里是就是马龙的照片，就是因为想说自己要来，然后就顺便帮其他人一起印这样子，然后可以分享。然后还有一封就是我写给马龙的信。自己暑假也是以台湾大学生的身份，然后去到大陆交流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就是靠网络上啊，可能一些社群媒体，然后去了解两边不一样的，或是好奇的点。但是如果就是未来有机会，也蛮欢迎他们，就是可以多来走走这样。